大家好，我是 Skyline 田崎健融合爵士乐团，好开心啊！又来到我们台中，要演我们的这个爵士音乐节。那我记得这次应该是我第六次在台中来演出啊，我们的爵士音乐节。那今年呢，我们叫这个爵士摇摆 TV Fan， 但是呢，我们大概从2007年第一次在台中爵士音乐节演出到这次已经第六次了，真的好开心哦！而且呢，今天早上这个看到这个天气，台中还飘着雨，我们心里面就是非常的忐忑不安，觉得会不会因为天气有所影响今天的演出？结果过了中午，太阳就出来了，真的太开心了！而且呢，在现在全球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在台中能够举办爵士音乐节，全世界数不出来五个，所以我们台中真的好棒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会带来除了我们这个前面三张专辑的精选，我们还会给台中的朋友一些小小惊喜。我们只为台中爵士音乐节带来全球首演的演出哦，好不好？大家想听我们全球首演的曲目吗？因为我们今年12月呢，要即将发行我们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《城市剪影》，那我们想把这个第一次留给台中。那在这之前，刚刚沈大哥有讲，除了我们五个人之外呢，我们还找来我们的好朋友，也就是我们下一个即将演出的这个 TPO 大乐队，我们欢迎 Danny、Dancers、Michael、Wong， 还有卢湘勇、湘江。Yeah， 掌声鼓励！他们是现在全台湾最棒的这个管乐组哈，就是这个小号还有萨克斯风，搭配我们Jimmy陈玉这个非常。这个坚实的一个管乐组啊，好，那待会呢，这个在我们演出之后就是 TPO 的大乐队了，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抽这个机会先听听看他们的这个管乐。而且呢，Danny、Michael 跟湘江呢，在我们新专辑里面，我们也首次的邀请他们帮我们录了管乐组，就是所谓的 horn session， 让我们音乐的这个元素更加的丰富。所以呢，大家如果觉得今天他们跟 Skyline 演出的全球首演的全新曲目很好听，不要忘了12月。发行就要支持我们专辑，里面也会有 Danny 跟 Michael 跟香蕉的这个演出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带来这首呢，是我们新专辑的作品。这首呢，虽然现在是晚上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我们带来这首由我们 keyboard 手苏一哲阿哲写的作品，叫《美好的一天》A Fine Day。谢谢。